骏马爷，这里就让我来吧。你照顾好他。哦，好。如今的骏马爷啊，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底细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委曲求全的比较好。只要郡主回来，一切都能恢复正常啊。膏药的味道。什么？什么味道？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听了，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对，要想出救郡主的办法。对，救郡主。对，希望我爹可以赶快救出郡主。我真的是一刻都忍不了。其实啊，这梅三少已经对你够客气了，知道你为了救他跪了一天一夜，特意让我为你煮了碗粥，而且还亲自替你上药，是不是？你也知道，我这是为了救他嘛，他做这些小事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对了，咱们劫狱的事情，你和秋华没被怀疑吧？那个梅思恒把梅府上下都问了个遍，一个都没有放过。还好我们早有准备，我和秋华过来找你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看见了，没有关系的。对了，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呀？青龙寨山匪被劫狱时，目前尚未查明，也找不到那个来送餐的店小二了。线索除了那名店小二，也就只剩下郡主那日见的蒙面人了。其实我在想，少爷说过，当日郡主差点被卖到青龙寨，不知道郡主会不会跟此事有关。他绝对可以信任，还有郡主的身份，切记保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只有郡主见过那个蒙面人，也许他能帮我们。可是郡主他说他不记得有什么线索了。他呀，当时被吓坏了，等他休息一两日，带他散散心，就想起来了。嘿，嘿，那里，这儿。哟，伤好了？要你管。别提了，走，带你出去玩。我没听错吧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去不去？去。郡主，街上人多，不宜抛头露面，注意多遮挡。好的，走吧。行。协助劫狱的内鬼是谁？我们已经掌握证据，你们最好还是老实招供，否则等我们查出来，罪加一等。思恒。巧云姑娘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劫狱的调查有进展了吗？哼，郡主不是见过那个劫狱的帮凶吗？啊，对了，还记得那个人的关键特征。找到内鬼是迟早的事儿。巧云姑娘，我要办事儿了。怎么没听小丸子提起过呢？他什么时候记得神秘人的特征了？梅思恒这么一搞，肯定会打草惊蛇。难道梅三少要用他做诱饵？来，羊肉串来。老板，哎，你要四串这个，再帮我烤两串鸡胗。哎，好。他付钱，他付钱。哎，稍等啊。说粽子。哎，要两个粽子，然后后边有人付钱。后面。哎，姑娘，烤串啊。谁付钱啊？后面。人呢？来两串啊。不好意思，不要了。哦，啊，没事。粽子啊。好吃的烤串啊。我听说前面那家特别好吃。是吗？就是那家。走。
不是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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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你为什么要冒充叶灵霞？冒充？我何须冒充叶灵霞？叶灵霞抓人，顶多当街闹事儿，梅三少抓人，那可是要惊动官府的。真的是你？如假包换。不是，这你怎么证明啊？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青城塔，你告诉我一个秘密吗？青城塔，我的天哪！不是，叶灵霞这么心下仗义、爱护弱小，怎么可能是你梅世清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等会儿，这劲儿有点大，你得让我缓一会儿。哎，等会儿。所以刚刚那个人就是梅府的内鬼吗？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？知道他是谁了？那倒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一点像。那我们回梅府去找人吗？不用了，刚刚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不会给我们机会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呀，就自求多福，小心一点。告辞了，小丸子。哎呀，要不我去找找他吧。不行，现在你出去更容易引人怀疑的。原来是他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居然是他。小丸子你还好吗？啊，原来叶灵霞一直就在我身边。小丸子你还好吧？啊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听说梅三少把你抓起来当诱饵，那有没有抓到什么人啊？怎么又中了他的奸计啊？人也没抓到。小丸子你还好吧？哎呀，那个，告诉你们个秘密，发誓谁也不许说。那还是算了吧，我不想知道。我们不发毒誓行吗？哎呀，叶灵霞的真实身份呢，其实就是梅三少啊。不可能吧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我早就猜到了。你说隐瞒身份这种事情，谁又能是我的对手呢？是不是？不管是不是叶灵霞，梅三少还是我们的军马爷。哎，自从知道了梅三少就是叶灵霞之后，居然觉得他没那么讨厌。哼，小丸子，你可记住你发布誓的，不能跟郡主抢郡马爷的，不要管他是什么叶不叶灵霞的，你都不准对郡马爷出手。你想什么呢？郡马爷当然是你们郡主的了，那叶灵霞就不能留给我崇拜一下下吗？哼。今日府中出借的人不在少数，恐怕难以单凭这一点抓人。此人狡猾得很，恐怕经过这一件事，不会轻易再露面。世清，这是我亲自为你泡的茶，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口不口渴呀？来，喝。哎呀，我这肩膀也有点酸。我帮你摁摁呀，保证舒服。我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嗯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，世清？非要下这么重的手吗？没使劲儿啊，那我再轻点。别了，我。你还是坐这儿吧。你傻笑什么？我就是在想，我居然和叶灵霞一起住了那么久，我都丝毫没有察觉，我真是太傻了，太傻了。
果然还是叶灵霞最帅。叶灵霞？对啊，你戴上面具好不好？我也想给叶灵霞端茶倒水，我求你了，戴上吧。你做这些都是为了叶灵霞？对啊。果然还是叶灵霞最帅。那走吧。去哪儿？跟叶灵霞去练字。呀，哎，不是，那个，你这么辛辛苦苦教我练字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也教你一样去学，好吗？怎么样，我的绝技还不错吧？你的本事就是画花脸。错，是胸口碎大石，这可是我们何家祖传的绝技。碎大石干嘛画花脸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这是我和我爹独创的表演形式，青州城独一份儿。不信你去街上打听打听，就算他没看过他也肯定听过，这可是我们独门绝技来着。搞定，怎么样？哦，原来如此啊。你们俩笑什么？好看是吗？怎么样，我这独门绝技不错吧？今天算你走运了，现在就把它传给你。来，先别讲话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一个大男人画什么花脸啊？我不是吗？你不是，撞过来。你瞅人家思恒，你逼我写字的时候我都没说什么，你现在画个脸怎么就不行了呢？我偏不，我不管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把脸画。我不，你别跑，你给我过来。我不，你给我过来。这你们玩就玩呗，你玩我干什么呢？这巧云该怎么看我呀？我现在已经学会梅诗情三个字了，下面可不可以学叶灵霞呀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行？不都是你的名字吗？接下来你要学的呀，是你自己的名字。这是我的名字，这么简单？看似简单，想学好却很难。好好练吧。不难。好好写，写满十页纸才能休息啊。告诉你，偷奸耍滑在我这行不通，你重新再写，100分。喂，我求助叶灵霞，我求助叶灵霞帮我写叶的字，哦，还要装扮成叶灵霞的样子。叶灵霞没有听见，你再不好好写，我让你头悬梁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的天，这可是叶灵霞躺过的床。小丸子，你真的是太幸运了。
看来叶灵霞又出动。行侠仗义这种尸体怎么能烧得来我小丸子呢？来如意楼为什么要深更半夜呢？内鬼没有抓到，恐怕梅府以后睡不安稳了。原来阿柔早就知道梅三少的身份是叶灵霞了。本就人心浮动，这一闹暗流涌动，那人恐怕按耐不住了。那内鬼会不会有所畏惧，就不敢再行动了？这个我自有考量。对了，你那有什么新的消息吗？有一支丝绸商队要经过青龙山，据可靠消息，青龙寨已经盯上这块肥肉了。好机会，那我们就以逸待劳，打青龙寨个措手不及。是。谁？我阿若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有事跟郡主说。是。了不起啊，居然发现了我床底下的机关。怪只怪你自己没有关严实，露出马脚。所以阿柔姑娘很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哎呀，看来二夫人说的没错，你和这个阿柔姑娘的关系确实不一般。我跟阿柔的关系跟二夫人说的不一样。哦，倒是你为什么跟踪我？我也不想的好吗？要不是看你出来行侠仗义，怕你有危险，我才不跟你出来。躺在被窝里睡觉他不香。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只是契约关系？是啊，小丸子你醒醒吧，叶灵霞不是真的，梅三少才是真实的他。郡主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最近呢已经摸清了他们日常下山啊，包括这些轮流值守的时间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咱们看他们什么时候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找个机会咱们就下山。这些我之前都打听过，我好几次准备逃出去都被抓回来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南霸天他应该是不会放过我的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不是过去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一个小姑娘家的那哪行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如今有你何大叔，对吧？再加上我这身江湖经验，那肯定能把你搞出去。那何大叔，等我下了山，我就去我家的金库给你多拿点银子，然后来感谢你。你看这，别弄太多就行。哎，对了，我觉得小宝这孩子挺好的，尤其是对你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次那么积极的下山，我觉得都是为了你。哎呀，何大叔，他就是一土匪，而且他下山就是为了抢东西的。他现在走了吗？他现在啊，现在应该出发了吧？那我去。你去干嘛？我送他。我去送他干嘛呀？我在想说，他走了，一堆人都去送他，这里的看守一定是松懈了。
我想去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逃出去。嗯，对吧？嗯，我先去看看啊。孩子心思啊，真是。这次咱们下山，咱们要多抢点货物，多截点镖，为我们青龙寨再创辉煌，好不好？好，截镖，我们发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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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财。你来送我了，真太有心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会平安回来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下山特意买的，想送给你来着，觉得你戴肯定好看。谢谢啦。等我练了功，说不定义父就……小宝，你现在别想这么多，你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自己的平安，能平安回来就行了。我就知道你就是担心我嘛。你放心，我武功高强，我绝对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然后给你抢些东西回来。小宝，你不用给我抢东西，你只要答应我别杀人就行。杀人？嗯，我不是那么狠的人。无论怎么打架，但别杀人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杀人的。行。小宝，义父，我来给你践行。希望你马到成功，多抢点东西回来。义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抢很多货物回来的。好，兄弟们，出发了！好。哎，小宝，我再送送你。嗯。小丸子，我也会照顾你的，放心吧。多谢寨主，不必了。您留着时间陪着山寨的兄弟们喝喝酒、聊聊天，我有我爹呢。你这个女儿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还善解人意，我喜欢。啊！呸！恶心。老板，嗯，来碗馄饨。哎，好嘞，您坐那稍等啊。以前只喜欢叶灵霞，讨厌梅三少，现在怎么连叶灵霞一起也讨厌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姑娘，你的馄饨好了。怎么在发呆啊？不吃东西。嗯，再不吃馄饨就要凉了。司徒大哥，好巧啊。老板，两碗馄饨。好嘞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愁眉苦脸的。嗯。如果实在想不通的话，那就说出来，也许我能帮到你。我遇到了一件特别困惑的事情。哦。我最喜欢的人偏偏是我最讨厌的人，我该怎么办？公子，请慢用啊，谢谢。路，哦，好烫，真香。这个像不像你喜欢吃馄饨，但又害怕被烫着？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人人都爱日光之明亮，可又无法直视它。你之所以困惑，那是因为你得不到它。没错。不管叶灵霞还是梅三少，一旦陆英瑶被救回来，我都得还给他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那遥不可及的太阳。我也只是瞎说说而已，别往心里去。司徒大哥，你说的对，我既然没有办法得到他，那倒不如快刀斩乱麻，免去这些困扰纠结。想通了。嗯。好，那就快点吃吧。嗯。
据可靠情报，青龙寨今日要抢劫一支商队，请让我率兵剿匪。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？这是我的单线情报网，不方便透露，望父亲体谅。哼，连我你都敢瞒，梅世清。上次你出兵剿匪，损失惨重，我看你是为了挽回颜面才急于出兵的吧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就凭你以前的所作所为，我为什么要信你呢？我已经制定好了详细的作战计划，这一次肯定不会失败。仗还没打就口出狂言，为将者最忌心浮气躁。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么好的机会我为什么要错过？行了，我一兵一卒都不会给你的，你走吧。万古不化。少爷，我劝你别生气了，老爷就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喝点茶。少爷来。你来干嘛？我觉得你昨天说的没错，我们之间就是应该谨守契约，绝不越界。所以我决定把东西都还给你。我现在管不了这些，等我办完事再说。办事？你要办什么事啊？你就等我回来，如果你等不到你就离开梅府，密道里给你准备好了盘缠。哎，艾嫂，他要去干嘛呀？还请郡主按照少爷安排去办，他也是为你好。不是，你不说我就去找梅将军了。今天把货给我留下，小爷我可以考虑饶你条性命。谁饶谁的命还不一定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可说好了，今天只图财，咱不杀人。是。娘。